原标题：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2年有何秘诀？与其不足有关。曾打败蒙古骑兵，号称中东狂人、阿拉伯传奇的卡扎菲，统治利比亚42年。从过往的资料看，卡扎菲不受约束、特立独行的特点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，也成为阿拉伯国家一个代表性人物。如果不是西方国家搞阿拉伯之春，渗透打击利比亚，卡扎菲或许统治时间更长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2年的秘诀，来源于其所在部族。历史卡扎菲所在部族就是有名的贝都因人，该人种属于闪罕语系的民族，是古代阿拉伯人种的一支，阿拉伯语称这些人为贝都因人。贝都因人自古就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。